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天六月十一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牡羊座的朋友，感情甜蜜，另外一半对你是体贴有加哦。金牛座朋友也不懒，和家人如果要沟通重大的事情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而双子座朋友也是相当不错，亲子之间的关系和谐度都比以往大大增加喽。不过三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意了。天秤座朋友特别要小心，很容易呢因为小事情而心浮气躁。天蝎座朋友特别要注意，很容易因为出现状况而在工作上出一点小问题。射手座朋友更是要小心了，在开车还有谨防意外各方面都要特别留意哦。另外，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咖啡色系，最佳数是8；土象朋友是粉红色系，最佳数是3；风象星座朋友是绿色系，最佳数是4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2哦。